来俩大树。你让我不上两神盾，那我上什么？我没有东西上，你让我上啥？你这，我能上什么？我上个御剑仙呢，给你啊，好不好的？你说凯南不上行，可以不上，那你说个上啥呀？也就能配个凯南了，剑魔配凯南，那不配凯南配啥呀？配莫甘娜，那莫甘娜跟凯南有啥区别吗？真还要配个御剑仙啊？真就让我配个御剑仙呗？你可真是小天才！怎么钱老不够呢？这转重装狐狸有装备吗？法爆呢？春哥呢？那你不得有法爆有春哥你才能转吗？硬转啊！我觉得咱直播间谁也不是傻逼，是不是？咱能不能正常点说话？下边真的像点正常人行不行？再这样式的，这没办法勾留了，这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你说，咱也谁也不是傻逼，你说，那你要承认你自己是傻逼，那以后我也不跟你说了，多累的慌啊！啊，你是行，记着你的 ID， 以后你行，你既然你都承认你自己是傻逼了，我不再跟你说话了，你爱说啥说啥。精神病杀人还不犯法呢，我可跟你说不了，我怕你把我杀了，我害怕。哎呦我操，这寡妇给你配个天神吧，解撇了。我准备好了。你这是为了跟我杠啊，都不惜骂自己是傻逼，真的。简直了，辛苦了。
这都能三连败，我是没想到的。那看来我又得整个大树烫烫你们了，你们这是想要烫一烫了？我这一看呢，给武器上个日炎，烫一烫他们，烫烫你的小屁股。我准备好了。这日炎位置不对呀，没烫着左边啊！这，我感觉武器大师能一打五这波，能，他把他们全给杀了。太猛了，武器大师！可不知为何，这把一个吴亦凡都没有啊。夜影劫呀，拿个阿卡丽，拿个阿卡丽，来了个大蛇，能用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我怎么好像见过这把的？咋全是那攻速啊？跟腰带呀，全是腰带。我想想怎么配能厉害点啊？这少了重装不厉害。那我们盖轮可以不要，随时得拿。大树，不行，还是上大树。把塔姆撇了吧，一块上个分军。
上分女了，这这么贵呢？这玩意儿呢，都撇了。分女还不随便找啊？随便找个分女。来了一头猪。不行，我们上个猪也行。下轮给八块，递个盖轮。挺烦人的啊。正在觅食。哎呀，挺烦人的这。没事，我们冻住加上我们的这个，加上我们的日炎，加上蛇女儿，不行啊，这轮输了呀，我操！别递，我就想递一个重装战士，整个四重装，给我三连胜打没了，挺烦人。没有盖伦，给一个剑魔也行啊，银马啥的，这不都行吗？随便来一个。刚才不来，刚才早点来，是不赢了？希望这小狼能给点好东西。经济炸裂，经济不炸的，我没花几块钱，我就花了能差不多一轮的钱。我老母驹呢？能不能甩个大了？老母驹，人家都死光了。这什么玩意儿呢？哎呦，这猛啊！天选月神，天选月神烈，但是你的装备好像不太咋地呀。我们这边要个啥？想一想啊，要个法爆吧。先来个剑魔，眼泪都没有人要，你发现没有？他们都不要这玩意儿了。眼泪不着急，一个眼泪其实就够用。先要大棒。先把剑魔上上，现在瑞文有点弱，是不是？薛微有点弱了，出来新的东西都有点太克他了，他就不是那么很厉害了。三星还行，两星的好像吃点烂分，这稍微都有点费劲。动，蛇女儿给我瞪一下子，蛇女儿，哎呀，蛇女儿被撕了。打死个塔姆行不行？能不能打死啊？掉血，这也不掉血呀，这塔姆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家呀，看来这家有点不想当人了。我这一看呢，
我来个天选锤石直接起飞。但是一星太多了。卖剑魔拿利息，这是一个馊主意，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害得我这日炎，看着没？害得我这日炎呢，给我烫！不是，关键是我这大棒我没想好合啥呢。我们有两套方案啊，这而且得看看这爆的啥装备。你这着急给卖了吧，我又不合装备，我这场上的这个阵容又不厉害，这就完了，不太行事了。这突然给我两头猪，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啊。这阵容爆的装备是真垃圾，这是怎么给爆的装备呢？这装备是怎么爆出来的呢？我都纳了个闷儿了。你这装备让玩啥呀？给两头猪？难道你让我玩福星啊？双来，双来可怎么整？一样来一个，可挺烦啊。看看有没有法爆啊，不是，看看有没有大剑能拿，大剑拿了下波。
你这有秘术天选就拿吧，一会儿连秘术天选都没了，还要自行车呢，不行就给把法报无尽。法爆无尽不叠加，啥意思？没懂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什么意思？水滴不拿了，水滴我就合个电刀我都能用，就一个就够用，我不用非得给他拿蓝 buff。我们现在主要得要个春哥，你没有春哥的狐狸你是站不住的，你知道吧？技能放出来可能就放不出来就死了。这手大腰子给他撇了。怎么不炸后排呀？真肉啊，老弟！这嫖不来狐狸真挺烦，你知道吧？这是非卡嫖不着，可膈应了。嫖不着老得自己递，自己递吧，完事还递不出来。这哥们儿五个寒冰，操了，像个人呢。还有个小绿叶。看给什么装备吧，给个大剑，再给个女神泪，给俩妮可，大剑，法爆还没有，我操了，简直了。简直了，真难玩呐！战斗在等待着我，老头也行。我决定这把多给老母狙上点装备。我前排多顶一顶。
权力需要精度。还不能换，哎呀，真挺难受啊。老头换猫还换不了，正常老头应该换分女儿的，你知道吧？好难玩哦。就这样吧，我要这狐狸一个炸直接把这厄斐琉斯给他炸死就能玩，没炸死，法爆还不暴击，没有春哥，操了，你说你玩个，哎呀，我真是佛了，嫖不着，你知道吧？你说你玩个月神厄斐琉斯，然后全是他妈狐狸，我一个狐狸没有，我真是操了。分女儿呢？全是递出来的，这三张没有一个是嫖的来的，老是这大哥老是一星，真令人难受。春哥不要，要春哥干啥呀？给你上个春哥。上个腰的吧，这给个剑魔，能赢就赢，赢不了就拉倒。就这么地儿了。倒数第一，倒数第三，赶紧死！我们第五名就完事儿。别吹，别吹。2237，行，正义之手都给我随着加伤害的，直接砰嘡一个大，全给他炸死就完事儿。六秘术怎么样？分女儿。上个禁符，
炸炸炸！炸！第六名了，再杀一个第五名吧。再给老头我们就第五名，有没有老头？我先把这腰子拿着啊，我这把要有经济，我这老母驹绝对的升三，我这把要是有经济的话，实在是没有经济挺难受的。我还没整过六秘术呢，六秘术狠不狠？六秘术应该也挺狠的。希望不要碰着那个带吹风的那小子。可以，我们第五名了。嘣！沙卡拉卡，没太炸呀，这波炸。怎么的？这进夫还要一打五啊？你给我拿下！哎呦我操！下边这两个人，一个六滴，一个七滴啊！给个老头，我不要那腰子了，别让我看见腰子，行不行？我不要，我现在就要个老头。进夫，摔着。换个位置吧，回血，回血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前四啊？能接受不？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得了，说实话。这么摆行，就这么摆了，不用换。不知道打谁，血太少了。老头给大了，可以。完了，那杰一刀把我那狐狸给我杀了，一刀，一刀。我要有个春哥，这些人全死，只能剩个杰最后。行吧，我们第三名。哎呀，还给个名著老头，我这一拿，我这第二分了。结个账啊！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得了啊？我决定再来一把狐狸，我真的好生气哦。
我怎么瞟不着人呢，老？